牛取的草地给我，我不想要扭来扭去啦。哎呀，怎么那么难呢？哎呀，数量好像也没有很多哎，但就是是算蛮好找的了。会有，但是就是要找。对，而且要看机会会不会掉。掉下去是干嘛啦？掉到地狱，掉到岩浆里了，他自己下去的，我没有往那里打哦。好扯，好扯，好扯！欸，我找到的还蛮多只的说，对面的可不可以自己过来啊？那怎么在那么边缘的地方？我原本还以为打七颗应该是很快的事情，没掠夺真的是要慢慢来。真的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！看见但不见得会掉。那肯定没有啊！跟你讲，这年头的安德真是有够穷的，有够客家的，真的，都不想着是在穷极点。快给啊！哇，没有掉。打安德都已经打了，不知道要升到几等去啊！就我们算是跟小白各自占有一番的领地啊！那是我看到的，可没有掉，恶！我还想说我们在不同的地方，结果我看到一只受伤就被小白给夺走。你有没有失误？我快原死来我了！们没有失误，没有失误了，没有哦了，没不，有我了，不要饿死了！饿吧。倒下吧，小白！不行。倒下吧，安德是我的，我大老远来找你啊，安德，然后你不掉，珍珠的安德，哇，这安德真的可是。惜只合格的安德。一只比一只难找呢。不行不行，只要有看到就得打。喂，小白，我看到两只，小白，你居然是被安德打倒了！我看到两只，我们老玩家是绝对不会被安德打败的。我们刚刚才这样子夸下海口，然后我就被三明治啊！而且你倒在哪里啊？我还不知道哎。我倒在你经过的时候看到我的那个地方的山丘上。那我还真不晓得在哪。哎，你去地狱可以 TP 我，你也可以准备一点食物。好啊，我拿点吃的。你可以拿，看有没好有心的小肉，朋友，反正就是拿一点面包、西瓜。小朋友你要少100块了，对，小太白，贱了，小朋友。第三次倒下，败给了安德。我好逊、那个小白就是逊啊！我好逊哎。欸，我好像意外找到你了，倒下的地方真的、欸，啊，太刚好了。对，啊，你明就有猪，你可以放个熔炉就可以烤了，你可以带个做个熔炉来，我还有一些鱼，你就可以烤。好，我来拿一下石头。等你哦，等你哦，就这两只打你了，是不是？我真的看不下去了，我看不下去了。打他，打他，替你报仇，揍他，肯定演的的。好看。
肯定要揍的，肯定要揍的。哦，打爆他！嗯，啊，揍这两次也没什么东西。哎，你是空包的。哎，等你来。你要煤炭吗？还是不需要？看你啊，因为这里牛森林很多木头啊，也是可以直接就地取材。也是。牛牛。对啊，小白今天的钱就是在3900跟4000徘徊，真的，怎么都无法突破。你到好了，你到地狱了吗？来了，对对，前面，真的，不是你打安德先，你只要看他的脚打，他就不会打你。所以你真的不知道我故意惹，我都会故意惹他，然后自己躲进那个小房间里面。哦，这是就是如果是遥远的可以用这种，因为就让他自己走过来。对啊，如果你直接贴近的话，你就只要看他的脚去打，然后你甚至用暴击打他也都不会理你。嗯，哦，没试过，我来踹踹。我还以为小白知道啊，我们才说我们这个老屁屁们，对不对？打安德都不会受伤的。这老屁屁已经不会打原版的玩麦，原版的麦块了，都是模组的啊，好扯哦。哇，那你现在几颗了？我这边11颗。11颗？我们不是7颗哦？你说2颗、啊对对对，所以你只有2颗。对，我只有2颗。因为我刚看到一只打了，它掉下去，然后杰呢？那可能就是没了。嗯。哇，哎，怎么了？他神奇，顺过来啊！你现在才2颗哎，小白。顺过来啊！我要继续。我们这样子是不是？有点没料啊！可以啦，可以，快成功了！真的会，真的有办法成功吗？可以的。哦，啊！啊，我看了些什么？嗯？还是显示 bug？ 我刚看安德好像在打那个猪人呢、欸。啊？嗯？我不知道，那可能后置慢动作看，就看到一个猪人在那边短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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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短。埋了几次？好神秘，安德，你做了什么？他刚那里神秘安德，而且刚刚感觉是不同的猪人，就我这边有2个猪人，然后有一只猪人就啪啪啪啪啪，好像被安德给打死。可是安德应该不会打猪人才对啊。对啊，我们今天的麦块真的很奇怪哎、欸，一开始那个僵尸。很灵异耶，超可怕，好像真的有人偷放。怪怪的，怪怪的。你 是没有放一只乖乖在你的电脑旁边？那倒是真的还没有啊。有人说是摔死，可是重点是他是我刚看到他是不是摔一下，他是摔好几下，所以就有一种感觉是安德在打他的感觉。大家看记录档可以慢慢看。哦，掉了。你几颗了？3颗。3颗了，哇！哦，4颗，我4颗。哦不，你还更多哎、欸。哎呀，打的速度还是快的啊。啊，我也4颗了。哦，你也4颗了，哇塞！你只是用嘴巴说说的吧？没有，那我5颗了，你5颗了、嗯，你只是用嘴巴说的吧？哎、欸，安德为什么泡进岩浆里面不会想要瞬移？为什么那么不会想要逃跑啊？不会哦，我以为受伤就会。对啊，我也以为，可是我这样眼睁睁看着他躺在岩浆里就直接烧死了、欸。他可能觉得蛮温暖的。怎么那么 M？ 都 M 呢？哦，我6颗了哦。啊，你6颗了、哦，那结束了，我已经有7颗了。哦、不，哎、欸，怎么都我发现都在我这里耶。我13颗了，小光。
哎、欸，小白，小光，今天一直想要叫小光。我这里想说小白不会那么逊，小光才会逊。结果没想到小光、小白好像都逊逊的。没有，都没有，我比他好一咪咪。都是赌徒，有没有？我十四颗了，小白。我其实早就七颗了，跟你讲，打倒你的那时候啊，那不是有两只吗？他们两只都有掉，各掉一颗、哦，超扯、哦，好扯哦！有了啦，我们用好了。所以这个，我们现在是缺链棒。对，但是哎，你现在几颗中介珍珠？15颗，15颗，那你再打一颗啊？这样也算是你自己有完成那个16颗中介珍珠，但是在安德的这个部分是我获胜的，所以没有加分。但中介珍珠一组，这可以加分，因为这没有赌，所以哇，两只都没掉，你又成功的加到我们的4000了，好棒，来来回回。刚刚那一群都没有掉、欸、我还少一颗、嗯。我们家里有一些恋人杆杆的，所以还行。OK。等小白挖完，啊、哎呦，有了，16颗。那，我发怎么了？啊，你干嘛？完了。完了，完了！你是不是从高空？哎、欸，你这个没画面啊，你从哪里掉下去？你是直接掉到大岩浆海里吗？对，没错，我的珍珠都没了。而且你身上是不是有望远镜？我被安德，那个小白就是逊啊！救命！我什么都没了。哎、欸，我发现一个关键哎、欸，就是你今天的累积金额是没办法到4000的、欸，你只要一到4000，你就会开始出问题了。真的哎、欸，你是有什么4000的诅咒？他就是不能，他就是只能极限到3900。我的天啊！不是妥妥的、哦，莫名其妙到4000就开始出问题。嗯，那我们的中介珍珠，我跟你讲，你没有，你这个，你现在在加嘛？啊哈，你可以清理一下地狱吗？我在地狱传你，因为你在加我传你的话，他会怪怪的。好，我去地狱。哦不，我全部都没了，我的珍珠，我们弄了那么久。嗯，好扯，好扯，弓也没了，我的弓啊，对哦，烧掉了，我的弓啊，你到地狱了吗？哦、oh, ，so sad， so sad， 你在地狱吗？嗯。我跟你讲，我们15颗，好不好？你自己想办法弄一颗才算是任务完成。哦、嗯、不，看你要去打还是要换还是要干嘛？你自己想办法。这个我没有办法了，我挺你15颗了，你烧掉全部。超扯的、欸！你要想办法生出一颗来啊！救命哦！还有最后15分钟，你为什么你是被安德打下去哦？因为他很气啊，然后我快死掉，然后我很怕他会冲过来打我，然后我就往下挖，结果他下面自己。我就想躲他而已。在地狱还敢往下挖？这个小白就是逊啊！太扯了，太扯了。好的，我准备好了，我要去扭曲森林。
我们没有扭曲森林的位置啊！完了，这下真的完了，Barbecue 了，完蛋了！你也可以现实世界有没有？说不定找一找就可以。